纯金的青蛙，我没看过。OK， 乖。你摸他来跟你拜拜，欢迎 Coco 来到现场。你好。还有，我想 Coco 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哦。昨天看到你的时候还有点发烧，对不对？哦。不过其实对，我想人越来越红，人家说树大招风，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传言，对不对？哈。包括像是这个网友会有一些疑问啊，记者会为什么用英文？我觉得大家可能想太多。Coco 是怎么回答？我们先来看看你的行程之一 ，TVBS 周刊里面也有回答，一起来看看。为了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展开亚洲巡回宣传行程的 Coco 李玟，第一站就先回到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台湾。一下飞机就觉得回到家了，因为呢，一大堆跟我很久很久很久的歌迷啊，一些朋友啊，都在机场这样，you know welcome me back home 那种感觉，然后每个都抱抱，所以很温馨，很温暖，对。然后看到自己工作，譬如说公司的人呢，哎，好久不见了，这样很开心了，对。由于美国的总公司给 Coco 在台湾的档期有限，所以 Coco 的通告是大爆满。虽然又感冒又发烧，却完全不得休息。不过生性乐观的他也请大家不用为他担心。我觉得一回到家感觉就比较舒服嘛。那然后，公司全公司都在照顾我，所以呢好得比较快，真的。对他照顾无微不至的妈妈也为他准备了独门秘方。而且呢，是有一个很特别，是那个，那个叫什么果啊？那个杨桃加冰糖，然后呢，一直炖好几个小时，然后呢，喝下去，哎，整个人真的是比较舒服一点，这天他特别为 TVBS 周刊拍封面，架势一点也不输专业的 model， 而且从脸上的笑容看得出来心情不错。原来是他的新专辑在各地的反应都很好，让他开心，大家都肯定他的努力。我在香港做那个 showcase 的时候呢，在 HMV， 11月30就是我发片的那一天就跑到第一名了，然后现在好像还是在前十名上，我不知道。那另外就是在台湾好像也成绩是非常不错。那因为我一直都不会去问，哎，卖多少，I don't care。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有看到这一次这个 Just No Other Way 这张专辑，也听到这张专辑的一些转变 ，Coco 的转变。日前有香港媒体质疑 Coco 在香港办的记者会上为何不愿以国语或广东话回答问题 ，Coco 也很认真的加以解释，让人感受到他对台湾和香港歌迷的重视。因为那个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，他们说没有办法让我，譬如说讲国语，讲广东话，因为有菲律宾的，有泰国的，有马来西亚的，有很多不同国籍的，澳洲、欧洲、英国，美国，所以他说如果我讲很多的不同的语言，对他们不公平，所以我就好简单，就用一个语言，但是我要求有一个翻译的，所以当场我们是有一个翻译是。把我全部讲英文的用国语用广东话再回答一次，这样子。对，娱乐新闻，姚丽维、赖伟玲采访报道。其实公众人物就是这样子，常常我们做一件事情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上来，对不 对？不过真的要恭喜 Coco， 其实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，包括 CNN 也专访过你，这个对这个华裔的歌手来说可能真的是第一人要踏上国际的舞台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现在压力会不会很大，还是很快乐？其实会有一点点压力，因为回到自己的家，希望大家会给我多一点的支持，这样子嘛，所以其实希望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啦。这次好像这个行程是全世界咯，现在已经不是说比如说全台湾跑是要全世界了，有哪些点要去？这个泰国啊、菲律宾、印度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中国大陆、香港已经跑过了，待最久就是台湾，对，然后下一站就是美国，然后就日本，然后就是全世界这样跑，但是先跑亚洲。那到美国的话他们会安排你上，像美国好像没有很多，像我们这边有很多综艺节目，对，很少，主要是电台跟上，譬如说有一些 talk show 这样子的东西。 talk show， 他们 talk show 都很猛的，对不对？常常都是比较搞笑的。对啊，而且常常比如说像马丹娜在里面要摆什么 pose， 或是谁戴米摩尔怀孕，我记得她还是这个怀孕的时候，那当然不是快生的时候，她还要翻跟斗入场。没有，有，他们有这样，那好像是替身还是什么，反正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些那种安排了。其实你自己会不会很怕？那到时候？会啊，其实很期待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形态去面对大家，但是我相信呢，公司还是会帮好好去安排嘛。
嗯，所以其实 Coco 要加油了。我想这个目前的亚洲行程呢，那是没有问题啦，信心满满。接下来呢，要让外国人看我们华裔歌手的时候，当然是会有压力的。要加油、啊！那天那个发表会会不会有压力？已经有各国记者了。那一天是因为主要是生病，病得很严重啊、其实出场之前几个小时在挣扎，到底要不要开、因为全公司都看到我，听说病很重，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，而且唱得很好哦。再来就是这个造型，据说也是名师帮你打造，一个黑人的造型师。那他以前跟很多黑人女歌手合作过。他帮谁 ？Diana Rose。没有，他好像是跟 Janet， 然后跟 Lauryn Hill 有合作过。对，跟黑人的女歌手合作比较多。他那个很，我那时候一看，我以为是你自己做的，因为有一点像那种古代的那种，因为他的袖子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有点像那样的感觉，其实蛮有很多那些衣服是就是 you know pretty last minute 很。最后一秒去安排这样子啊，所以一直在换来换去，本来没有穿那么多，因为生病了，所以穿多一点这样。那像现在你比如出来上通告的服装，他们会管吗？不会，就是也是你自己打理就对了。不过其实今天 Coco 来呢，还带了一份这个独家，这个也是独家哈。今天就讲这个呢，真的只有全世界那些媒体，因为在香港我们有做一个特别版的这个，里面有 CD， 还有一些文案，然后呢有我的 EPK， 就是一个介绍袋子，那特别是送给你的。哇，太好了！这里面呢有这个 Coco 的，真的是跨出这个国际舞台第一步很重要的一些记录在里面，包括了这个音乐啦，包括了这个 EPK， 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么也要请你当场签名一下，好。这样我就可以拿去卖。同时呢，在你签名同时，陶主播来帮你宣布一下 ，Coco 有一个活动——爱心总动员，在这边告诉大家，是在11月13星期六下午2点，西门町的玫瑰唱片前广场这边呢，在这个活动爱心总动员要怎么进行？就是有义卖，是不是？对，义卖，而且是我们做了1000件 Coco 的 T-shirt， 很好玩的 T-shirt。那这些钱都是捐给台中的埔里医院，因为听说它倒了，所以我们希望它赶快可以重建，然后可以 you know 很多的病人可以进去，然后治疗。对，我想这个很多的艺人都要这个尽一份心力哦。那当然，这个 Coco 现在这个万众瞩目，你要加油啊！好，真的是大家给我力量。哎，真的，到时候这个到国外的时候，偶尔也是你也要讲台语不？一点点，我得学台语啊。哎，学台语哈，你可以上台开始先用台语跟大家打招呼，大家好。打给后啊，对，好啊，好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专辑里面就是有一首歌，后面是用国语啊，他们多开心啊！哎呀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！所以其实外国人很喜欢听到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文化。对对 对, 对、你可以学一下歌仔戏啦，或是什么，把它加一点进去，地方戏曲。对啊，我觉得对不对？要让台湾的文化让大家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好啊，辛苦你了哈，谢谢。那当然，其实这个最后还是要问一下，其实 Coco， 你知道吗？我们也研究你的金发，因为我们发现天后的金发都一样。哈。马丹娜也是一样，这样很漂亮。哎呦，这个有没有特别设计过？这个没有。香港杂志有拿出来比较，就是说，天后都一样，你看都是这样，很漂亮。我觉得头发卷啊，就像那个头发直，就像那个头发光头也像那个。我觉得头发不是直就是卷嘛。那如果你要把它用来说是像谁像谁，我没有办法嘛。对啊，就好像肢体语言不是这样吧，就是这样吧。你说要像谁就像谁啊。他们就会把你拿出来说，哦，这个是马丹娜版，这个是 Mariah Carey 版。但是对我，因为这些都是我跟妈妈来挑，妈妈是最喜欢这一张，所以我们是坚持要用这张。那我妈也不知道 Madonna 是什么封面，只能说妈妈的水准，是国际水准啊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对对对。好，妈妈当然最近应该也是蛮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担心身体而已啦。对啦，也蛮心疼的，因为常常你太忙了。会生病，最近对不对？妈妈常常有独家秘方给你。不过最后还是要问一个小八卦，妈妈有没有从小给你独家秘方，让你身材这么好？有没有炖什么吃？没有我就吃很多汉堡而已。还是你睡着，妈妈有偷偷灌你，不知道？木瓜炖什么？没有，也没有你赶快去，这个歌手啊，这个成绩很好，但是以后当医生的时候要致力于整形外科，帮助我们一下，好不好？要谢谢 Coco 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